叶玉兰最近常常被馆长骂，而他也在脸书上面反击，说馆长反复，今年四月才在直播中大骂民进党是假台独、真贪污，可是过没多久就被蔡英文摸头，而甚至差一点成了国军战纪的国师，还说馆长被摸头之后，当然立刻献表书呈，而馆长看到之后也生气的反呛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而他也开直播开骂，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。韩总说 ：“Yes, I do. Yes, I do.” Yes, I do 啦。哦 ，Yes, I do 啦。这时候我就生气了。再来，我还没有遇到蔡英文之前，我就在做直播，我跟全国观众朋友道歉，记不记得这件事情？还上了两天、三天的新闻，还让一大堆韩粉来说：“你馆长道什么歉？干你屁事！你馆长自以为了不起哦？你馆长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馆长，馆长东、馆长西，骂来骂去，你只会蹭我们韩总的热度。记不记得这件事情？我跟全国道歉。这时候我还没有遇见蔡英文，我没有遇见蔡英文哦，我没有遇见呢，我还没遇到他。我那时候就已经全力反韩，我说对不起，高雄市民，对不起，我怎么选一个绕跑的人，这种不讲信用的人来我面前讲了一大堆，吹牛逼吹了一大堆，不好意思，从现在我全面反他。我那时候还没遇见蔡英文哦。而馆长也列出了时间轴，他说是因为韩国瑜当初不守信用，选了市长之后竟然绕跑跑去选总统，还有事后一些种种作为让他很不满，他才开始全力反韩。而这些事情都是遇到蔡英文总统之前，那所以他反韩国瑜根本和蔡英文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要叶玉兰搞清楚。